现在来探店这间点心店。黑风洞的石灰约形成于四亿年前，通往神庙洞的木质阶梯是在1920年建造的。之后整修成目前看到的272级阶梯。现在来到是双威金字塔商场。走了一大间的商场，终于找到餐厅了。选了一间中西南洋餐厅。啊，真香！哎呀。吃着碗里的，看着锅里的。吃饱走人。